现在我们不会去默认，我们去不会默认，我们不会去默认，因为你对他们都是做行政迫害，你们都对他行政迫害，一定会让大家知道。我也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我们也坚定的怀疑，从头到尾的尊重是这样吗？我也问你，这位先生，请问你怎么称呼？只要你开了锁，我们你直接告诉我。行政的公权力要来开这个锁，一定要强制进入吗？我只是要求你们提供一个法院的正式文件过来。我的规矩改了，对不？嗯嗯嗯。但是我嘛是对不？